我们长安区呢，一是畅通供应配送渠道，选派了160余名干部下沉到商贸企业、农贸市场和供销联社，协调供应中出现的问题，及时为物资采购、配送车辆和工作人员发放绿色通行证。公安、交警、交通运政大力配合，确保配送渠道畅通。二是持续拓展供应服务，在全区范围内分散设立150个综合服务社，动员辖区153个便民蔬菜店、188个门口粮油店，按照群众需求精准储备物资，安排10辆蔬菜直通车，3袋搭配，定期为封控小区居民提供平价新鲜的肉蛋蔬菜等。三是提供点对点上门服务，发挥美团、盒马、饿了么等外卖平台服务群众作用，新设3部24小时便民热线，分别是02989058849、02989251159、02989255268。我们安排专人收集梳理民意，调度供应物资，回应群众诉求，动员1000余名社区工作者、志愿者和包抓小区干部，包抓式加入业主群、村民群，及时更新群众生活必需品的清单，精准提供送菜、送药、送快递等服务。